940，哎呦喂！好，露露姐好，炳哥好，你穿唱好犯规。板板，我帮你拿着。哦，谢谢。来一个音乐，然后就砰砰。Showtime，Showtime。对，因为你的这个衣服，你的打歌服很好看，对，就直接 catwalk 是，好吧？我不会跳舞啦，不是跳舞，走台步，穿唱不会跳舞，你不会跳舞，你会跳啊？穿唱男舞女跳的那么厉害，怎么会不会跳？第二超级辣妹就是你，嗯 ，Let's go， 要，耶，就是你，这还不会跳，哎呦，就是你啊，哎呀，剪到我的脸了，谢谢。说不会跳舞，然后出来，哎呦，有干，哎，你被 Michael 呀！你今天有没有哪一位前辈想为你出头的？哎，有，跟你怎样？什么关系？他有多厉害？这个前辈哦，当时在超，哎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没有，曾经有帅的哦。当年在超级星光大道，只要听到他的名字，就闻之色变哦，这么恐怖，把所有踢馆赛中的参赛者都撂倒，长得很丑，很。超神！奇怪，怎么话到你耳里都怪怪的？你翻译出来都很怪。魔王有分两种，一种是走外形的，外形像魔王；走才艺的，他是才艺才艺魔王。我已经看到了前有，哎呦，是没错，哎呦，大家都叫他阎罗王，哎呦，阎罗王来收掉你的命，阎罗王啊，厉害啦！啊，今天带来的歌曲，我自己的个人主打歌Mix。跟这位阎罗王的阎罗王歌曲，你们猜猜看他是谁？叫做就是个辣妹。Go。有。哇，原来他是跟四个前辈一起表演。Run, run, honey, catch just ooh. Run, run.
谢谢。哎呦，可以耶，很好看呢。是个辣妹啊，哥哥跟小是个辣妹了。这个艺能界又出了新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叫九四零 ，Jocelyn。九四零，好记。来，你来帮忙推荐一下吧。很可爱，因为你刚好是我的大学的学妹。对，我们读同所大学。对，哪一个学校？了解，在美国，在 Boston 的大学，小我非常多。Boston 还是在美国？波士顿，但我怎么了？ Boston 我先了解哈。怎么样？因为经常闯祸，还是搞清楚哈。波士顿，你有认识？露西，那也是露西派的管辖范围啊。我们曾经住过同一栋公寓。好了，哎，宪哥，你就直接道歉啊，你就直接先道歉。但我们不认识，直接道歉。我们不认识啊，不认识。但我们住同一个栋。认识不认识？一认识就怀了。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九四零的声音，是我们一个共同的制作人，Victor， 也就是这次 EP 的制作人。哦，是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写我的专辑的歌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我最近签了一个新的女歌手，我想要给你听她的。而且他的 vocal 也还不错。Oh my god， 一听就是音乐科班的。Boston 应该就 Berkeley 的。不是，我是读就是广告系。啊，广告系。Boston 的，所以没事。他说 Boston 算是逃过一劫，没事，安全。在那个校区旁边呐，大概3公里之内都有危险性。对对，不过还好。把你儿子讲成这样，还好。啊，你们结果念同个学校。对，然后我是念经济，我们都不是念音乐校，一个念经济，一个念广告，然后都那么会唱歌。Economics， 对，恭喜你，谢。对的，哎，你没有问恭喜什么？恭喜我，恭喜你不认识露西派，好不好？又回来，发单曲了，恭喜他发单曲了，对，六首歌，啊，那谁是校唱冠军啊？其实你之前也是很常在学校校园表演，有报名过，对，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九四零的声音，我觉得他很像亚洲版的 Ariana Grande， 哦，评价那么高，很酥，然后又会写又会唱，身材又很好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 Jocelyn 就是大家会以为她好像是很漂亮，然后偶像不会没有实力，但她真的很厉害，而且她自己还会创作，从森林之王之后就已经大家 focus 她了，所以她也参加你的森林之王，呀，她在里面什么名次？不可考了，先不要了，不可考，没有名次，我那么厉害，但是名次不是重点，现在。发专辑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名次真的不是重点，不是重点，你的名次是一个污点。喂，没有啦，现在成绩好比较重要。没关系，讲讲内心里面，勇敢挑战心里面的阴暗面嘛。对啊，当时是怎么样？当时就觉得可恶哎，可恶，怎么了？觉得说没有更多机会发挥自己。对对对。那你那时候离开节目的最后一首歌，你是唱什么？我忘了。我们是团体赛，哦，那就是其他人拖累你啦。对了，其他人因为结果论嘛，因为你现在出这专辑，对啊，其他人去哪里了？在哪里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对啊，你看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错的，对不对？